哎，美女。哎，干嘛呀？放我下来，松开。你先说，你说要跟我分手的事情是假的，吓唬我的，对不对？你先放我下来。我不放，除非你先回答我。7375也是一个不错的成绩，对不对？对，我跟你说着玩呢。7375很好了。放我下来，快一点啊！不过，纪律一定要遵守。你知不知道你自己做错了？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，什么事儿都没你比赛重要。扔完就跑，连自己犯不犯规都不知道。你还胡不胡闹了？我错了，我下次改正。哦，对了，王主任是不是知道咱们的事儿了？你怎么知道了？我妈就那个德行，她有没有跟你说什么？你就应该先告诉我，让我找她理论去。省什么你？你去了还不得炸锅啊？但我这次成绩还算不错，对不对？她应该也说不了什么。也是，就差25分，当然说的时候也没留证据，耍个赖应该就过去了。干嘛呀？抱一下嘛。不行。怎么不行？多人呢，你别。哪有人啊？没有人。哎呀，不行，你别。段雨辰，这种话你也说得出口？本来就是啊。你看我今天比赛发挥那么神勇，就是爱的力量。你妈走了？对啊，被我们伟大的爱情故事感动了。你没有缴械投降吧？那我要是投了呢？你敢？你要是投降，我就把你关在这个屋子里，然后一日三餐给你送外卖，直到你答应我为止。放心，我既然答应你了，我会对你负责的。累不累？嗯。要睡觉吗？不想睡。好，痒。再亲一下。明儿敢不敢胡来了？不都说过了吗？
你怎么还这么有精力啊？你是不是没认真比赛？我怎么没有好好比？你告诉我，我是不是比杨教练的预期要高好多分？啊啊啊！痛痛痛痛痛！那你也没拿金牌呀、啊？拿金牌干嘛？拿了金牌的话，说不定现在我们会更提前一点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的意思是我以后每一次抱你，我都得挂个牌在身上，才能让你满意吗？这次没有，先牵着。罗娜，段宇成在你这儿吗？不在，我没见到他。你确定？有事儿吗？那个国家队教练来了，要见他。啊，不在你这儿算了，我去别地儿找去。哎，等一下。哎，美女。哎，干嘛呀？放我下来，松开。你先说。你说要跟我分手的事情是假的，吓唬我的，对不对？你先放我下来。我不放，除非你先回答我。7375也是一个不错的成绩，对不对？对，我跟你说着玩呢。7375很好了，放我下来，快一点啊！不过，纪律一定要遵守。你知不知道你自己做错了？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，什么事儿都没你比赛重要。扔完就跑，连自己犯不犯规都不知道。你又还胡不胡闹了？不敢，我错了，我下次改正。哦，对了，王主任是不是知道咱们的事儿了？你怎么知道的？我妈就那个德行。她有没有跟你说什么？你就应该先告诉我，让我找她理论去。省什么你？你去了还不得炸锅啊？但我这次成绩还算不错，对不对？她应该也说不了什么。嗯。也是，就差25分，当时说的时候也没留证据，傻。